他想挖，小心啊！左边都补了吗？我们怎么看都补好了，应该是有人补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冲一波啊！中间可以多站人，这样子分数也多。这个要多的钱吗？是，有。然后我们去把他们的那个分数挖掉，就谁掉到岩浆里面了。不呆。中间啊，中间可以站人，中间。哎，有人进我们家旁边了。紫色，紫色，紫色。打他！打他！他叫紫色。没有，他叫紫色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挖？想挖阻挡来了，中间有一个，另外一个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是。还有一个在家里，还有一个在家里的，在家里面的，家里面的，在里面我在打。好，我在挖他们的那个分数打。好，我们右前方分数少一个核心。是。他们的我去补分数，好，几乎都快掉了。哇，这个太过分了吧？好接近哦，这分数。超近的。挖分数岛，挖分数岛，小分数也要挖。杰兹克星，你们在打，你们在打。那个斧头，打打很爽吧？喂 ，OK 好。喂，哇，打的很爽，打的很爽啊！气呼呼，气呼呼，气。对哦，打掉，打掉。对，分数，好近了，这个分数。真的。好紧张啊！小雨快来，小雨快来！来了，我来了！打掉，打掉一个，在 GB 前面，GB 前面。等一下，我先，被我先补，把我们家先补起来。把你家好啊！把我家，我们家的。我一直在他们家这里打。好，差100分。哎，中间站人啊，中间。好，还记得吗？好，好，我去站。哎，人喽，人喽，人喽，陆续来喽。又干掉一个，别人打我了，为什么他只来乱你们而已？我手交，他只揍了你，超坏！我来了，我来支援了，爆！他爆了！我来支援了，我支援了啊！好，回家，是，啊，他还在挖，收着。有没有一点肉啊？有，这里有。哎呀呀，我捡。吃肉。站中间分数差很多，赶快站着。好。OK OK。站着一下。我就知道他们这边分数岛要盖了。我在挖，哎。哇，怎么这么硬呢？哎。哦，我看到。哦，累了。小雨。我来了。嗯，又损失了很多。帽子快坏了。我知道。我刚右边打完架来啊！差20分了，差20分了。中间持续有人。我一直在中间，啊！我不能死！我没有我们的那个哎、欸，挖的、那个、稿子我这里有。稿子我这里有，在我们家右手边。家里有人来了，我现在不能离开中间，我知道。后面有人，你们后面有人哦。我这边好多人，家里面右边，哎，这是他们家吗？我是走错了地方了吗？你走错了，我们家的那分数岛可以赶快再放。有分数，我们又领先了。分数岛我都放了。我检查一下左侧，原来是右侧的两个放了。是。干什么？只能掉下去。耶！对，就是啊，好近哦，好近的。差距100分，累死了！吓死！真的，还好，中间最后有一直有人。对啊，而且主要是我们有被挖核心，反而我们都挖不到他们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诅咒之岛很难挖哎、欸。嗯，因为那个骷髅太多了。对，你看那个骷髅弓，一二，他你看他们家24、6、7只。而且七只骷髅弓啊，而且它重生的速度又很快、欸，真的。所以这样的战术应该改变。你看，
守的也是一样，你那分数岛附近有一只骷髅弓，你也只能打它，你不打它就那个缓解范围很大。嗯，完全挖不动。嗯，挖不动。哇，欸，我们的骷髅弓怎么少一个啊？我们的就少很多啊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没有没有啊，这个要自己再放。放什么？放蛋吗？对，放蛋，蛋要24个。哦，不用放砖哦。砖没有，砖放了之后才有办法放蛋。哦，对，白色的这个应该就是放了砖，它自动会有嘛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它左边左右两个这黑色的是要自己放。哦哦，核心要放，蛋也要放。对，哇，哇，工他们太多了，他们都直接全部都放好了。对啊。嗯，厉害厉害，真的，这个很刺激。嗯，这样以后知道守护者岛新的守护者岛真的超重要的。嗯，而且这中间这个 PK 岛也很好笑。可是中间 PK 岛分数真的差很多哎，欸。嗯，可是我觉得他 PK 岛旁边都可以摔下去，不晓得这样好不好？因为就是打输了，就是你就是摔回自己家就好了，就快死快死就赶快跳回去。对啊，这看看啊，其实至少你也还是得死，有没有？你就可以占据中间。嗯，刺激刺激。来下一场，下一个 IP 重新更新。好啦，还不到啦。好。有啊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哎，这是最刺激的一场了。分数摇超近，非常近。嗯，被挖掉那几次太紧张了。啊，再等候啦。好。现在喝东西，现在看到，感谢小起点，感谢小起点，感谢小起点，八九，等候一下，好。嗯，啊，守护者岛，好猛啊！有感觉有点太猛了，嗯，太难进攻了。因为他真的就只要放一个那个核心就好强哦。搞不好他的用意就是要在中间玩啊，跟大家打架，中间是可以打架打起来啊，嗯。哦，不过对守护者岛也是要花32个铁，对，所以其实就是那可以自己限制啊，就是你不要那么多守护者岛也是可以。嗯哼，嗯，想要换 IP 会比较急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没事。噔噔噔，那你等下要自创岛还是随机岛？来个随机啊，可以啊，随机一下，有些其他岛屿了，嗯，然后门口又被堵住了，超尴尬，又被拒闭了，一定是小雨哦，什么又我咯，我已经很衰了，不要支持我了，我在瞧麦克风，而且我刚瞧那位置超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是那个吊臂一直挡住我的荧幕，然后看东西都这样抬起来，左闪右闪，然后这样看一下，哦，看到我的工具栏有什么东西啊，超挡的。哦嘿，没办法啊 ，IP， 保密嘛，你可以等要打的时候再来。好，嗯，好。有了有了，要打了，你看对不对？遮一下，遮一下，这个，遮一下，遮一下。
遮，等下遮错。遮错，用手把它挡。用手把萤幕遮起来。遮起来。遮一下。我们等下遮完忘记弄回来。只要换 IP 就很好，地图不用换。来，来，萤幕还你们，有了。哎。哎呦，我怎么还在这啊？看台送荧幕、欸。地图不用换。棒。那我去让他们来。好。好。欸、那我们队伍就不用换了，就不用选了。嗯。等人喽。嗯，我其实刚刚对面的武器也很夸张，哎、欸，谁在挖？他们都很凶凶。嗯嗯，谁在挖？嗯，我翻新了。你怎么在偷偷挖？我想说，嗯，怎么一直在跳？你变变变！我把这点点，好吵啊！你在那边。锵吗？大声吗？我听超大声，很大声哎、欸，很近的，很近的话啊，很近的话，咚咚咚咚咚咚。还好是小声。有感觉了吗？有感觉了吗？有，很小声。超吵的。站远一点就没事。他分数上限是多少啊？不知道、欸。就玩到坦白克斯就。好吵，不想进去。你方块关小声啊。方块关小声，你就没事了，就可以来一起加入了。哦，方块吗？嘿，刚刚就是 TNT 爆炸太大声，我们两个就关很小声。哦。有人被洗屏了。哈哈。一起加入，一起加入，一起敲。洗分，洗分。等一下，不用锁。可以、欸，就请问需要多少分呢？就好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在洗分，洗分，洗分啊！洗分。看他上限是多少？没有上限啊！假的，不玩了。这怎么会有上限呢？看，还可以看死了几次。五次。哦，繁星死最多抓。啊！杀。不是杀人。哦，声音真很吵。还有这个协助核心，协助核心哦，哪里看啊？没，完全没协助核心啊，没有，那、啊、是你们在这边洗好不好？哇，原来啊，981对啊，你挖了981了，你看你都没协助，我们都挖900多下了，哇，超多就你零，最偷懒的，最偷懒的，没有我躺赢呢，我点的快一下，对呀，真是的、啊，他这个是算这个协助挖核心，就是只要在附近的都算，都算一次，对，这个进攻跟助攻都是很重要的啊。白痴，没别的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死亡树，死亡树。哎呀，不说了。哎，消除中介箱。好，那我去看地图。好，哎、欸，先把我们的小帮手拉进来。有剑娘哎，剑娘哪里啊？哪一个、啊？就这一个吗？三四，他不是六七八，有八个人都有到。应该是吧 ？Star Boy， 可是他是 Boy 耶、欸。哎、欸，搞不好这个是那个那个下面那一包比较多啊。这个是那个。那不是剑娘，我这个角度看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是吧？看起来像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一只啊。我记得是看板的那一只吧？看板的叫什么？刀锋吗？还是什么？啊、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很忘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讲错的话，抱歉，我先道歉。各位提督不要急，因为没有玩。抱歉，抱歉。记得赶快去选队啊！啊，这一次中间岛你们要什么？巨型浮岛。中间岛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中间岛追分啊，我还蛮喜欢追分。
一次五千那个，一次五百，五中间有水的那个，然后 有水可以放的那个，可以跳来跳去，那个还不错。对啊，然后主导换回末地城赛，并他现在有推出那个嘛附魔台，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好，好，好。然后哇，他四周都是书柜，就不放上面这样子啊、哦？对啊，好吧。我们守护者岛一开始是没有的，那每次有桥的时候就可以放一座守护者岛，这样感觉守护者岛数量就不会太多。嗯。